社区啊，真的，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要是我不在的话呢，这完蛋了，真的。我不敢说这个社区是靠我一个人呐、啊，但是你说什么倒垃圾啦，负责这个消防栓呐、消防栓呐，大楼的安全检查啦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到这是浇花，都是我一个人的，没有我怎么办呢？这个，还有今天要干什么？今天我在看啊。本身要进行大楼清洁消毒啊！对了，你看看，我的人年纪大了，不晓得今天干什么。今天要做大楼的消毒了，马上来。哎，准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们今天要来做社区的消毒工作啦。社区消毒是吧？哎，是。我们在等你啦。这样子，麻烦一下，我们社区啊，尤其那个停车场啊，还有楼上那个这个楼梯间呐，麻烦你们要特别注意那个角落，要特别消毒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绝对会帮你注意这些地方。谢谢，不会不会，麻烦你们了哈。不会。要不要喝点茶嘛？好吧。我妈还是。她不用了。好，一定急着走嘛，好吧。哦，好，我想说先开始进行工作嘛。好，谢谢啊。工作有空就过来喝个茶嘛，好吧。哦，好啊。对了，那个住户啊，如果说他们有一些东西需要消毒啊，或是需要杀菌的，那也都可以请他们拿下来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就放在这里，我们再处理。谢谢啊。好，那再麻烦你哦。叫什么名字哈？我叫佩佩。佩佩你好，真的是，好，那你们消毒好了，消毒。好，有空就下来喝个茶嘛，好。好，是，谢谢佩佩。没事，就是有空喝个茶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现在消毒人员长得还是很漂亮的。哎，嗨，元博。哎。小姐，是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没有，我听说今天好像是消毒日，是不是大楼消毒？啊，对，今天你看看，本日进行大楼清洁消毒。清洁消毒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对了，这个是这样子，刚才那个小姐叫佩佩啊，她上去还说了，如果今天各大楼住户有什么特别个人需要消毒的东西，也可以拿下来一起消毒了。要孟小姐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消毒呢？我刚好有个东西要消毒，哎，它细菌超多的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消毒一下？这东西啊？对，这个。看，细菌很多，小心。知道啊，我平常吃东西啊，最怕有那个细菌，这样我肠胃会很不舒服，每次都要跑医院呢。好菌太多，优酪乳上。我跟你讲一下，这个优酪乳里面那个菌叫益生菌呢，这益生菌是对我们肠胃有帮助的呢。益生菌如果吃到我们肠胃道里面呢，可以去我们清除肠胃里面不好的菌。是吧？然后增加我们肠胃道的蠕动了，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，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解除什么胃肠胀气这些问题啊。最重要的事情，帮助是我们排便，因为女孩子帮助排便特别好的。这益生菌是好菌，好不好？你连这个都不晓得吗？如果优酪乳里面没有益生菌的话，喝着干什么东西？那就干脆喝塑化剂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元博。谢谢元博，那我出门了，拜拜。益生菌是不能高温的，知道吧？高温就死翘翘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连益生菌是什么菌都搞不清楚。益生菌是好的嘛？啊，那难道黄金葡萄球菌是像葡萄一样可以吃吗？莫名其妙，搞不清楚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元博长，小毕啊，小毕早啊，小毕啊，什么事情？你知道今天要消毒吗？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消毒的？今天要消毒？今天消毒啊，整个大楼消毒啊。太刚好了，要消毒吗？对，我有个东西哦，可以顺便帮我消毒一下吗？你看，我很少看到内裤上面长香菇的了，这有点恶心了。哎呦，不是啦，元博。
前几天啊都下大雨啊，没有出太阳啊，啊我这个洗好之后我就忘记拿出来晒啊，结果发现的时候它都长了这个好像是这个霉菌哎，我的妈呀，这香菇这个长得很大了，你干脆拿去检验一下，要是香菇的话你干脆拿回家去炒去算了好不好，还是可以带回去，那不用不用炖鸡，不用不用，你自己炖就好了好不啦，不要你自己炖好，你这个不用消毒，你这个把这个人那个丢了好了好不好，你真的不要把鸡炖回去吗，你丢到后面那个垃圾场，注意好了包起来好不好，你去包进去，哦这个没有办法消毒了啦，没有办法消毒好不好，没有办法，好内裤都长香菇了像话吗，你好好不好，算了、啊、不用不用不用了，我没吃香菇了，真的啊，好好好，元博再见啊，小碧姐，好，你就把它包好了啊，包好，好，再见，丢到后面垃圾场了啊，好，那垃圾场会不会变成香菇园啊？啊，不会，不会，你就把它包好，好不好，再见。哎，我的妈妈，真的是，内裤都长香菇了，你还，真是够脏的，真是。哎，元博，哎。哎，任波，今天是不是可以找你帮忙清理肮脏的东西啊？哎，对啊，今天我们看到没有？哎，进行大楼清洁消毒嘛。哦，可以啊，清理肮脏东西我都清理啊。对啊，我妈妈就叫我下来要找你清理肮脏的东西。清理什么脏东西呢？我妈说我头脑里面都是脏东西，你可以现在帮我清理一下。先等一下好吧。叫你们好一点。没有哎。真的吗？好多了吧？还是没有。上面都已经有星星了，还没好。怎么会这样？莫名其妙的，还找我清什么脏东西啊？我妈妈脑子里面的脏东西，意思就是你的一些思想，不要这边胡思乱想，好不好？这个年纪的青少年最容易胡思乱想，不要乱想，好不好？不要乱想了，懂了吧？哦，那我现在清的脏东西就清掉了。那我知道了，元波，那还是我去找别人帮忙清清看好了。元波，我先走了，先走吧，好不好？元波，拜拜。莫名其妙。哎，范太太，你早啊！哎，元波，早。是啊，今天我们大楼清洁消毒啊，有什么东西要消毒的？对，我今天来找你后，我就是想问你说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帮人家清洁啊？有，这清洁我们都是，就人家消毒公司会把它好好清洁下来。哦，我是有一个东西想要请你们帮我清理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哎。元波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吗？哎。这个娃娃是我买给我儿子玩的啊，是我刚买的时候，你儿子干嘛要玩娃娃呢？他头发，你儿子才玩娃娃吗？就这么短啊？可是元博，你看看现在他头发已经长这么长了啊。好，那你带他去理发厅剪一下吧。我是想说哈，不然看看你们可以帮我清理一下啦。你干嘛清理这个呢？我以前本来要学剪头发的，后来我没有学。你看是不是到街口那个那家理发厅去剪一下嘛？元博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元博，我是觉得这娃娃好像不太干净。不太干净是吧？你先收起来了。你这娃娃，你先放进去，先放进去，你放进去好。元博，你一定要帮我啦！元博，我盖不起来了。你这样子吧，你到对面那个理发厅那边去，他就会清理了，好吧？我不太适合清理这个了，不好意思。好啦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元博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是是。谢谢元博。这范太太怎么讲话怪里怪气的呢？范太太，你应该去找道士了，不要找我了，我不会这些东西。OK， 就是说我的老天爷啊！嘿，元博，我的老婆小咪说今天这边有在帮人家消毒是吗？范太太怎么讲话怪里怪气的呢？范太太，你应该去找道士啊，不要找我了，我不会这些东西。OK， 就是说我的老天爷啊！嘿，元博。我的老婆小咪说今天这边有在帮人家消毒是吗？是不是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是不是对不对？哦，阿虎啊，你要消毒对吧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其实元博跟你告诉你一下，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Jason， 所以可以叫我 Jason 就可以了。Jason， Jason 阿虎啊，你帮我看一下那个是什么东西要消毒的 ？OK 的，就是说其实我这边有个东西要帮我消毒一下，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
我的电脑中毒的 OK， 就是说我现在按这个键有没有，这个地方就不会跑出来。OK 的，就是说它中毒了。电脑如果中毒的话，你去买一个杀毒软体，你把它放进去，它就杀得干干净净。嘿，看吧，这么一点小事都没有办法 handle 吗？我们这个消毒公司是清洁公司，我们不是在杀电脑病毒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 的。你是年轻人，连这都不知道吗？杀毒的。算了，我自己去找一个修电脑的，好了。OK， 就是说这么一点小事都莫名其妙。我都知道要杀毒的方程式嘛，我是不会写，会的话我就来杀。这个也招我，真是。Apple，Apple。不就搞哎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徐先生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装着睡觉你都看出来了，完全看得出来了。什么事情，徐先生？来来来来，不就搞哎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徐先生，来来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今天来，喂，你的朋友，什么东西？到底要怎么样？来，我到底想怎么样？现在，我今天我在楼上，我有看到那个公告栏里面有发布说，整栋大楼都在消毒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看，今天是整栋大楼在消毒。好，太好了，是什么毒都可以消吗？什么毒都可以消，因为我们有清洁公司来嘛，楼上楼下呀，楼梯间啊，还有那个停车库啊，我们通通在消毒。你有时候我就有了解，感谢你。这栋大楼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就会很稀微，好不好？感谢你，应该做的啦。啊，你做搞诶。来大家来一万棒球，这样的丢，这样的打。哦，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给你来，你赶快买了。没，我现在是问你到底什么事情嘛？好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就跟你讲真话，这样子啦。既然有在消毒，什么毒都可以消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再毒都能消。都可以消了，太好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你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来，等一下哈。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你先不要靠近，先不要靠近。什么东西啊？先不要靠近呐。好。哎。好，好。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。好。好。等一下，你干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讲。我是去那个宠物店，我本来是要跟他讲，跟老板讲说，我要买一条宠物蛇回来哈，这个当宠物。不是，后来他这个是眼镜蛇的，对，金刚王眼镜蛇，全世界最毒的毒蛇之一。没有，可是我们这没有在消这个毒的了。没有，你刚自己讲了，什么毒都可以来，抓他们七寸哦，他如果会兜回来就咬到了哦。没有。一二三，他们是金刚什么？这金刚什么东西？金刚王眼镜蛇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们没这，其实呢，我们这是大楼例行消毒了，我们没有在消金刚王眼镜蛇的毒。封神歌舞团，上一集陈浩南不但被迫与小结巴分手，连指纹都得忍痛烧掉，最后虽然是白痛一场，但总算成为正式的星际战警。接着又到研发中心领取马博士发明的稀奇装备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星际战警陈浩南是 J 探员，终于要正式执行任务了。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的研发中心了哈，是，现在我带你来这个地方呢。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特别，是，只是一个电话亭而已，对不对？对。电话亭，打电话的亭子，当然叫做电话亭。乘凉的亭子一定叫做凉亭，有着一盏红灯的亭子肯定叫做红灯亭。长得像赵树海的亭子，它一定叫做赵又亭。但这个电话亭，这个电话亭啊，是
是传送我们回到总部的一个秘密基地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人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不能去做大众运输，也不能坐公车，大众运输他看我们这个样子就怀疑我们是什么人呢？对呀，也不能坐计程车，也不能自己开车，因为可能外星人会跟踪我们呢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进去之后，对，你只要瞧好，我们就咻。就直接从这个电话亭就传输回总部了。如果我们让外星人知道我们总部在哪里，那还得了？是啊，知道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后面的所有的任务都不能执行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是，我们就要从这个电话亭，对对对，我教你们怎么操作，然后传送回总部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单位太严谨了，不愧是那星际战警。KK。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，现在你等很久了，那个人一直没有出来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传输了。我跟你讲，去瞧。我跟你讲，你好好听我讲了，我们这样的练法一定没有错。你就到那个塔里面有没有？你就找两个骑士当你的肉盾，然后你再找两个法师，然后就……你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要进这个电话亭，不晓得你们还要多久啊？不是啊。这边是公共电话，公共电话亭哎，我要讲多久就要讲多久啊，应该不能管我吧？真是的，不是啦，但是我们需要。对啊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不是，麻烦一下，你再等我一下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干嘛啦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你是在用这个电话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事情嘛，所以。可是我有事情，好，我今天跟朋友去店打怪，我们要打怪的行程，你就不要一直。其实你现在是很想回家去念书的。哇 ，K 你好厉害哦，用这个记忆消除器把它一点，他待会就想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厉害啊！对啊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好像好多书还没有念呢。是吗？所以你要去念书了？没用电话吗？没用电话。我跟你们讲，充实自己，好好读书真的很重要。当然，真的。我刚才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。什么事？大家好，我是卡古。不需要在这个时候 promote 自己。滚哦！好。哇 ，K 一好厉害，聪明呢。我们现在可以用电话。一劳永逸，快点，传输成功。聊到我们就进来。等一下。各位大哥大姐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跟我女朋友讲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那个电话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啊？聪明啊！我们现在可以用电话，一劳永逸，快点，传输成功，来，我们就进来。各位大哥大姐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跟我女朋友讲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那个电话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们是有事情要进去，拜托，因为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女朋友说啊，拜托。OK，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正义的使者嘛，那既然要帮人，就帮到底，好不好？就让他先。好吧，那我们也很赶时间，麻烦你快点。谢谢各位大哥大姐，谢谢。有请，来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要进去讲电话吗？友清啊，你怎么最近对我那么冷漠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大人，纵使管我买太多包包，接下来我要用我的钱买我自己的包包，装我自己的故事。怎么还是这样执迷不悟呢？我告诉你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可能不会爱你。大人，你不会爱我，是因为你没有眼光，所以看不到我值得被爱的地方。我告诉你，我超不错的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我不好意思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借一下，各位大哥，你刚不是说要借电话亭，要打电话给你女朋友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女朋友讲，所以呢，我跟我女朋友两个人要在电话里面讲话，才有那个氛围，整个被包住那个氛围，而且呢，再说，这边是我们两个相似的地方，是，所以这个。
所以你搞了半天，你只是要进电话亭里面，对，然后在电话亭里面跟你女朋友讲悄悄话。你再等我一下下，我还有一小段话还没讲，我还要等你多久啊？我们是要用这个电话亭有公务的，好不好？不能讲出来，不能讲出来，离开，滚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去别的电话亭。有请，我们走，走。搞什么东西嘛？真的，可以看啊，轮到我们了，轮到我们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。求求你们，让我先打这通电话。是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又来一个。我快要死了，能不能够让我在临死之前再打一通电话就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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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不就是要救人吗？对啊，真的快死了，我们赶快打个电话。哦，先生，那你先请，你先安心的打个电话好了。是是，不客气。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救了一个人呢，他都要死。但是哦，对，老板，哎，我之前订的那个保密棒怎么还没有来啦？哎呦，我的嘴快要馋死了啦！哎，不是嘛，你们讲说，哎，半年前订的，到现在竟跟我讲今天拿货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老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位先生，所以你说你刚刚快死掉了，是说你的嘴巴快馋死了是吧？你们能够了解？我半年前订的蹦逼汤今天就要拿货，却又临时被取消的那种痛苦，什么东西呀？啊啊！你如果蹦逼汤你排不到的话，你不能去排脆皮酥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等那个翁来收嘛，是不是？太阳饼嘛，卷心酥啊！原来还有这招，我了解了，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不客气。哎呦，真有这样子！来来来 ，K， 轮到我们传输了。好，来，是是 OK 了。好，救火啊！啊！救火啊！哪里？救火！好，这位先生，导播站有拍到吗？有嘛？哈，有什么有？现在要救火就不用再折磨你自己，赶快赶快用电话。哦，对对对，赶快用电话，我先救一下火的救火，这样子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是有问题，要解决。哎，怎么会失火呢？好恐怖。喂，哎 ，Honey 啊，对啊，我好想你哦。没有吗？我在干嘛？哦，你都知道，我想你想到整个火都上来了。好，那你要说你爱我啊，你要说啊，我好爱你啊，啊，我好开心啊，哎，可是 ，Honey， 为什么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四十几岁的老男人哦？因为我就是那个老男人呢 ，Honey。是哦，可是我怎么不知道你的年纪是四十几？麻烦你出来一下，请问，你是不是要叫你？哈尼去帮你救火，啊？请问你是不是欲火焚身？是，因为我整个火，整个什么火啊？读书不好好读，整天在那边什么欲火哈尼，什么长相，滚！是，但是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不需要，我是新的灵眼逸翔，不需要，告辞。不是 ，K。我整个火都要烧啊！对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一把火啊！火都没了，这次一定可以用得到。是的，传输好。现在来了，干嘛？等一下，你们不好意思，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打电话？我要是没打到电话，我会很难过。K K， 是不是要帮他一下？他很难过哎，对呀，很可怜哎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先打好了，你先打电话好了哈。谢谢你们，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这完了，舒服，舒服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不是 K， 他不是要进去打电话，他竟然是打那个电话。你去打电话，你打那个电话，把电话都打坏了，因为我有满腔的怨气。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女朋友不接我的电话。你说人本来就是互相的，你要做到老死不相往来，这是需要多大的恨？
你要讲到哪里？你到底要讲什么？你想表达的是什么？我就是觉得我女朋友不叫掉，我很不爽。你看我，我这个长相，我长成这样子，你能说我不帅吗？不帅。好，我认。那你看我的身高，你能说我的身高不够高吗？不高。不高。好，我认。那你看我的身材，你能说我的汗臭不好吗？不好。不好。好，这些我都认。那你说我的歌声，我的歌声就是好听，我唱给各位听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给我的心，你每一集都在唱这首歌，没有一次好听的啊！我知道，是歌的问题，我换首歌就好了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？是人的问题。真心歌哎，对我来说，新歌也是一样，怪。你能说我唱歌不好听吗？不好听，不好听。好。我认，那你就说我跳舞不好吗？老师音乐。Yeah! 香蕉不在，现在就换我来。Yeah! 你如果要摔猪肉的话，麻烦你到中央市场去。滚！我跳舞不好吗？不好，我一切都很好。出去。好，我知道为什么你们都说我不好，因为你们嫉妒我。帅的人永远是寂寞的。滚 ！K， 我也觉得我好寂寞。真的吗？不是。这个电话应该打快，我们怎么传输呢？其实没有关系，那我们今天，我们先坐公车回去吧。好，旁边刚好有公车站牌，是，悠游卡带了吗？带了。那 MIB 今天坐公车吗？应该 OK。哎，我惨了，不是 K， 刚刚那个胖子真的是，都是他把那个电话打坏的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现在跑到这个山上啊，有这个电话亭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现在呢就赶快利用这个电话亭，把我们传送回总部，太好了，好了，都是你的，刚刚怎么坐那哪一路公车又坐错？好，我先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这里行吗？行，可以啊，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好的？可以，确定可以吗？电话都好了，电话都好了。好的。我来拿零，我来找个零钱。好。铜板，铜板。这下子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。真的，好累，好累。是 K， 我刚发生什么事？我刚零钱好像坐公车的时候给掉了。啊？你知道吗？喂，爸，找一下嘛。不是不是，我来帮你找。嗯。啊 ？K， 不会吧？我不相信你身上是没有零钱的。哎，好像真的。没有，不可能。你没有。真的没有零钱的，刚刚不是他们也没有带什么悠游卡吗？我零钱是我付的。等一下，我身上好像有零钱。不会吧？我不相信你身上是没有零钱的。哎，好像真的。没有，不可能。你没有，真的没有零钱的。刚刚不是他们也没有带什么悠游卡吗？我零钱是我付的。等一下，我身上好像有零钱。找到这里。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吗？抖一抖，抖一抖。没有，你这样跳一跳看看。跳跳，嘿嘿嘿嘿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没有，没有零钱，怎么办？你身上有没有零钱？我没有。我不相信。真的没有，我帮你。没有。怎么办？等，他都进来。有个方法，有个方法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紧急按键。平常就是说没有零钱的时候，如果你很紧急，你可以先按这个，然后它就打通了。哎，不会啊！
看破拖鞋，看什么东西 ？K， 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好奇怪、啊。哦，我觉得呼吸很困难。救命！没有道具，没有空气，你是外太空。所以我现在还好，我有带这瓶。哦，那个这是什么？纯氧喷雾。纯氧喷雾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。好不好？你再喷一下，大概可以维持3到4个小时 ，OK？ 好多了。可以。刚刚我们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？这是哪里呀？那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跟你讲说那个紧急按钮不能随便按乱按嘛？一按它整个啪就会弹射出去的，就跟火箭一样。对啊，你看你，那糟糕了。哎呦，你先查一下现在是在哪里？我到底在哪里？定位一下，看一下。嗯，那根据仪器显示，我们现在在天王星。对，什么？是天王星？天王星？哎，你是说那个太阳星系的天王星？哇塞 ！K， 我们能不能回去啊？我想家哎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要我想家，但是我们先看一看嘛。反正我们现在有点氧气 ，OK？ 氧气喷雾有了，先观察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先观察一下。好。天王星看一下是怎么回事。天王星。哎。好像有人。有人来了。哎，快点过来，过来。小心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天王周杰伦，马上为各位带来一首《青花瓷》。天气色被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月色被打捞起，拼开了结局。像传说的烛火。今天的小不一。哎呦，不错，你们两个人你在唱嘛？就那个。我在等你，我在等你。哎，不错。哎，不错。他怎么死了啊？他是谁啊？在唱，你干嘛？你谁啊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周杰伦。哎，这边怎么会有小天王周杰伦呢？天王星里面有小天王周杰伦。没。旁边这位应该是他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他就是刚考完学测，不小心经过吧？哦，你在拍是不是？啊，警告你不要拍哦！哎呦，什么？没有人在拍啦？没有吗？没有。哎呦，没有。今天是要碰你，我在等你。哎呦！这样都被你发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错。出去！出去！好，你这个建议蛮好的，我走。是 K， 这个天王星上面竟然有小天王周杰伦，这也太奇怪了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慢慢先观察一下，说不定有人可以带我们回地球。真的，好不好？好想家哦！好，哎，你们看，有一个红头发的人走过来耶！哦，小心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坑我？啊，你是谁？我是格斗天王的八神庵。八神庵，我还妥八庵呢。八神庵干什么东西？竟然敢打我！看来你都不知道我格斗天王八神庵的厉害。看我的大绝招，八字诀！啊，躲避吧，回家！起来，有血血！要笑多久？笑多久？残念から。でも、私は過去です。不需要遮出来让大家看你，好不好？不需要 promo， 滚！お願いします。不是お願い，是お願いします。胡说八道 ，K，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天王星上面都是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莫名其妙。想回去。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回家？我们那个人。哎，怎么有人来？有人来了。我就是最油的歌神张学友，带来这1000个伤心的理由。老师，音乐。
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，最后不要再唱了，看什么东西？我是歌神四大天王里面的歌神张学友。张学友个屁！你相信？不是四大天王吗？其他人呢？你在找我吗？大家好，相信我不用自我介绍，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是黎明了吧？谁知道你是黎明？胡说八道！你黎明啊？什么黎明？就你们两个，其他人呢？四大天王不是四个吗？你不就是 Andy Lau 吗？你们真是好眼力，我伪装成这样还是被你们认出来了。龙龙和冰云杀黑天杀虎，都多久了？还没有唱。这个梗你用了一年多了，你这句还没背起来？背起来了。浓浓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第二句暖暖的眼泪跟汗水混成一块。你不能这样子问啊！啊，对啊，四大天王为什么只有你们三个？啊，还有你不就是郭富城吗？啊，怎么可能？我都已经把自己化成这么黑了，你们还认得出来？我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帅的郭富城。可以天天天天天到永远，手里拉拉拉住吗？到底要配音还是要自己唱啊？其实我感觉配音跟我现场唱都一样的好听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。有什么公信力啊，郭富城？啊啊啊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出去！还站在这边要干嘛？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拜拜。K， 是一些怪人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是，我觉得这可能是天王星，所以来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王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而且呢，好奇怪啊，跟叙述当中都不太一样。你要说外星人，几乎每个都是高智商，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怪怪的？奇怪，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回去？哎，又来又来又来了。而且呢，好奇怪啊，跟叙述当中都不太一样。你要说外星人，几乎每个都是高智商，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怪怪的？奇怪，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回去？哎，又来又来，又来了！大家好，我就是爆料天王蚯蚓，也是政治人物的克星。所有你们不知道的事情，我都会来爆料给你们听，因为人民有需要知道真相的权利。今天来到这边，要跟各位爆一个料，就是其实牙周病是由牙菌斑造成的。不用，这不是爆料，看电视广告就知道了。那我再爆一个料，就是其实《封神无双》里面最爱吃的就是台智远，没有这件事。哟，你为什么在打他呢？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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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爱打盾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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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没有。对对对对，有好，不要再讲。好，又爆了，我再爆最后一个料。这个料讲出来，你们会吓死。就是其实刚刚出来的四大天王里面，有两个是真的。你们猜得到？他们已经猜到是我。是哪两个吗？哪两个？真的假的？你说的很对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必须跳出来承认了。其实，我真的是黎敏，我是真的张学友。因为刚刚我讲中文，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不像。现在我讲广东话给大家听。台家好啊，我还来呗。像个屁！雷吉
不只有韩磊，你们爱同类出去，雷毅，都还啊，都还，都还，怎么样？都还，都还乖，都还不干，都还是都还，哎呦喂呀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至少要感谢黎明，因为黎明在讲完以后，他就把张学友带出去了。太好，哎呦喂呀 ，K， 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回去地球啊？我怎么会在这边一直这样遇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呢？我也在想办法呀，太奇怪了，还有没有人可以救我们呐？哎，你们看，空中有人在飞耶！请问您是？我乃陈塘关总兵，托塔天王黎靖是也。哦，黎靖托塔天王呢？吾等奇装异服，必定来者不善。报上名来。我们是 MIB 的那个，就是对，王生事业群吧？不是，他是 K， 我是 J， 我是 L， 对，我是 Y。那他是G，瞧你们这身装扮，绝非善类。且看我今天如何收拾你们。不是，你误会。对，听说他手上拿那个法器是很厉害的，我们要小心哦。好，对，接招了，我收捕你们。站好。不是的。所以托塔天王就托一个蛋塔，托蛋塔吗？托蛋塔，你有没有拿错啊？你们不怕，还有，还有，完了，还有，好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神塔，九层塔，我不怕九层塔，我不怕九层塔啊，我喜欢九层塔，可是我怕香菜。什么？你连九层塔都不怕？不怕，我不怕，看来你们这些妖孽，小心，道行很高，我真的错估你们了。看来我要使出大绝招了，看招！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洒，汤汤塔，东京铁塔、巴黎铁塔、灵谷塔、象牙塔、蛋塔、九层塔，东京铁塔、巴黎铁塔，是哪一门子象牙塔？新的塔。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你说，吓我一跳，什么东西啊？是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直接拿出来了吗？来个，我先不破。好，先不破，因为他拿出来，我真的吓一跳，我以为你们是一个小孩。不好意思。这个原来的原始的东西应该是一条内裤吧？这是我的内裤啊！可是呢，我前几天菇嘞，不是我前几天把它洗好之后，可是下大太阳，我没有办法下大太阳，下大雨，对不起，连续几天都好潮湿，对，下大雨，下大太阳怎么讲？那你搞过来，大家也注意洗听了啊。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我们那个整个的，就是研发中心。研发中心。猪肉的话，麻烦你到中央市场去。我跳的不好吗？不好，我一切都很好。出去。好，我走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。拜拜。他怎么什么妆都没有？好，已经够丑了，可以了。吸不到空气，不是哦，我们应该在外太空，赶快那个什么纯氧喷雾了，纯氧喷雾，你连九层塔都不怕？不怕，看来你们这些妖孽，小心，最这个德行很高。我要使出杀手锏了！到了，有人来，有人来了！一次还两个哦！大家好，我就是最油的歌神张学友，看我的油有多油！啊，
换你了。哦，不是，你先唱歌好吗？对，对，再来一句。就你们两个，其他人呢？四大天王不是四个吗？你不就是 Andy Lau 吗？哦。老师，你这给太快了，因为我还有一句话嘛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是怎么演的？啊，都已经半年多了，还背不起来第一句。啊，认出我来了，才老师才笑。OK， 不要对嘴，我唱就好。好，不要对嘴。你有那么行吗？隆隆的冰，而且我唱歌一定要向右边看。来来来。啊。还有，你不就是郭富城吗？嗯，有想家，你像一样让你看起来，我真的就是最厉害的郭富城。我给你甜甜蜜蜜到永远，手里来出来。到底是要配音还是自己唱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放。讲我师父，你们这个两个永远不是菜上的家伙。齐先生是吧？齐太太是吧？是。齐太太就是要齐太太。你跟他学着干什么？外星虫族大使的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赶快请他进来啊！请他进来，哎，请他进来。就是。忠臣无双，明天晚上。